艰难钓鱼吃，今天我们来试我们的那个新的一支竿715 Arbiano 五戒的旅行竿，12-30磅，钓一下 bottom testing 下，就是要试竿的力量，看成绩如何啊，叫你买了啊，买了就可以了， OK，走，等我们买一些把鱼先，这样吗？把鱼可以叫我切一片一片的吗？我们试看用马丹明。用它的宝宝功能看一下有没有高起好片，T1100G 的材料，这是我们采用紫色紫电纹，对，没有了，太阳在头顶有点差了，不像红尾猫，不像红尾猫。勾到啊，勾到了红须沟，勾到它，红尾猫出动，嗯，勾到它，哎，我接了中鱼啊，没有打到哥哥。放心，先放一点给他。还要冲啊！天南钓鱼池啊，直接爽！这个 Monster 的 spinning。啊，给机会啊，有机会什么？不给机会啦，进不出，我认为很大只哎，这个机会首先啊，没有嘞，我认为很大只，然后哇，高旗哦，大只哦，妈咪，这是高旗大只哦，是连到尾巴，连到中间，连到中间啊，这是它的鳍耶，这个乃是尾巴，这个是鳍，大吃啊，有吃的，妈咪吃掉啦，吃掉啦，
收到快快它来吃啊！啊！哇！勾到一点点嘞！哇！哇！你看几大只！哇！哇老哎！你们两个一起拍几大只哎？他们难的 photo 啊，一度罗布鲁基罗了不呀？嗯，罗布鲁里马的。罗布鲁里马啊！他们来一边放下去。哎呀！吃掉了，抖一下，我没有打到掉。滑，啊！幺五啊！他们的这个零二零之前，很久没有这样子出过了啊！去到对岸了咯。Yes， 七幺五啊！看那个 J 二零二零出现，这，很久没有这样子出过了啊！啊啊啊啊！红尾猫啊！我是红尾猫啊！水面鱼啊！水面鱼啊呀！这过去，这样子高吸哦！哎，你拉到那只死鱼哦！直接横过来吃了，从旁边抢，这过去。你的饵到水面了没？没有。我老哎，看到吗？高旗啊呀，也是从旁边抢过去啊。等下我拍照片。你拍照片呢？哎呦啊！过不有拍到啊，应该。要就是今天故意要来这边试这只鱼鞭，啊，平常啊拉不到出线啊，就是要这种大物啊，才感受到它的力量嘛。多杰尔的魅力啊！啊，这边改吃蓝斑鱼哦，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很啃腰的，这种多杰尔。一流啊，不枉此行啊！今天呢、啊，美美，哇，上来啊，走啊，高七啊，他们 ，confirm 啊，要一边啊！
啊，他吃不到牛年到他了啊。Yes sir。Yes sir。哇，够了啦，今天满意满意了啊。Yes。红尾猫尾，打红尾猫尾，哎，原来下面是没有铁的，下面是高松的，他们，哎，你看下面那些全部是高松的，他穿两个水车嘞。嗯，哇，黑了，不然就翻过了。这都吃掉了。拍按旁边了哦，按不到，有的拍照了嘛。最下面那个有一个小相机啊，你那个按一下，它就在镜头里面拍照片了。过完了这次沟里，给他们一遍，又是沟道啊。又是年到哈，你看，高崎啊，你看跑那么远呢，应该是有拍到了吧，啊，有拍到了。丁全部多接耳啊，啊，比震耳更好用啊。
挑战梦想啊，不要问我的梦想是什么啊，我的梦想就是不要做，不用做就好。不是多杰尔，是一流，没有买错，它就像那种非洲鹰了。啊，达子，还没有看到呢。没有力了，他开始没有力了，人没有力了，不是鱼没有力了，嗯，完全失到力量了，那种多慢算什么啊？啊，高级啊，是的，这个。一流，一流，哇！进了了，哇！整只吞下去哦，哇！哇！整只吞下去，马术什么？300大浪嘛，不干就撸啊！来撸，干撸啊！可能那才打的一度抓没？嗯，再打嘞啊！买下深浪没？买下深浪没？不干，整只吞进去啊！脚开你了，这边看到什么？不对啊，打的八面啊，说到不说到不动面，什么声浪呢？啊，嘿，好劲啊！